我有一部分嘅市民衝咗落嚟，請車上面嘅市民，答案無錯，我而家同警方交涉緊。如果你哋有任何投訴，應該投訴警方。我哋唔希望，市民嘅矛頭指向市民，市民嘅矛頭應該指向市民嘅敵人，應該指向香港公敵，梁振英政權。 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。我呢度呼籲警方開翻條路俾我哋行。 我哋目的地係上緊嘅離不到，即係你哋所批嘅不反對通知書。我哋而家嘅行為係根據警方批准嘅不反對通知書而做嘅。如果今日我哋根據不反對通知書嘅任何行為，即使市民大眾做任何一別嘅話，呢個全部警方收緊，全部嘅事唔係應該市民對市民，係個市民對警。 对香港嘅政权，对港共政权。